会唔会好啲啊？有冇好啲啊？各位兄弟，啱啱叻嘅朋友，喂喂喂 ，pause and play please， pause 咗啦，再出翻嚟。432P 啊，仲送咗 360P， 你以后用，你以后就用咩？去到呢度喎，点啊？东屋上，仲有冇叻？系咪我电视转台令到呢度啊收咗台黐线？有一亿嘅赌，少少唔觉眼。432P 信咗 360P， 冇埋 delay 添，咁啊最好啦，啊，皆大欢喜。喺边啊？流浪汉系咪呢个流浪汉？哇，真系喎，喺度晾衫。我你就系谷村系嘛？系啊。啊！你打电话俾我啊？电话咩啊？唔知喎、啊，我系受 boss 嚟嘅啊！嚟呢、這个啊，俾嘢你，哇！俾花你喎、啊，死基佬咩嚟啊？呢啲，噶、啊，哎，终于系俾到你啦啊！梗系走喎、啊，呢、這个露宿舍嚟喎、啊，哇！呢啲咩花嚟噶？嗯，入边有张纸喎，谷川刑事，佢话你合格啦啊！俾个啊啊，俾个情报你啊！佢话咧，你个当呢个觉醒咧嚟联络咧，你又去啊交涉嘅话，你又输紧啊！佢话无态，诶、欸、有电话响喎、啊，电话嚟啦，觉醒，喂，你系咪神失处啊谷川啊？点解想同我联络？佢话有嘢想俾你嘅啊，阿岛静子啊，我交托我帮你做事啊，警察，我放心啦，我会报告嘅啊，因为咧我啊有把柄喺你身上。啊，我明白啦。啊，阿静子啊，啊，你话你成日叫佢杀人系嘛？有啲咁嘅事啊，有关廿五年前嗰单嘢啊，全部都知，系嘛？话老静子系一定系必要嘅人选啊。佢话咁点啊？佢话你想我，嗱、啊，我想知道点解谷川啊？廿五年前我老豆点死啊？啊，佢话原来你就系佢个仔系嘛？佢话嗰个警察点啊？快啲讲俾我听，廿五年前嘅真相。我、哦、有条件嘅喎、哦，郭成嘅话，啊，好啊，好，我话咧，佢话而家咧电话咧好难倾嘅，我话而家过嚟先，佢话俾啲证据睇下先啊，佢话一亿嘅，我而家身上有一亿嘅，你明唔明啊？佢一亿，系啊，我银佬正子俾啊一亿，已经喺我手度，系咁讲啊，佢话如果你想教我讲攞呢啲金额嘅话咧，啊，我话你过嚟睇下先，睇下点啊？一亿，佢一个刑事啊，居然咧有一亿钱啊，啊，估都估唔到啊！佢话好，决定见你，系咁讲，听日咧，佢话咩地方？神室町呢、這个美丽华大厦，又系美丽华大厦喎、啊。我话五点，佢话咁多人啊，啊，公众面前佢好危险噶、啊。总之啊，佢话是但啦，佢话五点钟美丽华大厦啊，啊，先至又要确认咗呢个一亿蚊啊喺度啊先。佢话冇问题。好啊，好，听日见。影张相俾佢咪得咯，一亿蚊逐张数俾佢，攞 video 拍低佢啊。喂，而家要翻去故乡啊。好啊，叫而家去透透先，去翻拉面店。准备啊，哇！呢一亿蚊仲摆喺银行，仲喺度四围行，傻仔，超级大傻仔。今日有传咧，卡卡咧将可能咧重投 AC 米兰嘅脚旗下，而这支咧及。意甲球会刚刚宣布了新一季嘅球员安排，当中较注目咧就系穿22号嘅啊洛斯连奴咧将改穿加道数8号，以似乎咧有意咧腾出卡卡之前喺呢个球会嘅号码之二，系咪够将回复啊？将佢翻嚟咧，希望系。但系一个男人咧唔嫖唔赌唔烟唔酒唔粗口啊，正是达叔啊，神一样咁嘅男人，乖乖仔几好，我觉得。大哥，你上镜，我上镜，我上咩镜？木村啊，着住件红色衫，我上咩镜啊？你系咩奥运啊？咩节目啊？而家系点解会见到我上镜？金城武，
亞細亞街，亞街老街，嚟啦，準備啦，又有咩劇情發生？快啲，好想知道嗰一億最後會係咪俾人困咗？你估呢一億會點咧？我最後實係俾咗啲壞人，你信唔信？個壞人就攞咗啊？誒？哇！成日都講國語幾好，好親切，你會唔會有一種好親切嘅感覺？喺呢個日本仔 game 度見到啲人係講國語。好，故鄉喺邊啊？行咁鬼耐，扭咁花明又一轉，哇！我都迷路喎。嗯，藥鋪。在前面了，就到了，来了，入口。高登蛇维护。好，来了。哇，终于到了啊。怎样啊，他已经找到一亿了。不过其实我未开过箱，其实可能这个盒是空的，你觉不啊？他是不是痴线的？他说你准备做些什么事啊？这个洪金宝就说啊，我已经约了个大坏蛋的了。啊，这样搞定了。而家要点做啊？冇任务嘅，瞓觉，回想。系啊，有呢啲人成日话以为我玩 easy， 我俾你睇啊，我玩紧 hard 嘅，你睇啊。建议大家回故乡之后，不要急着和赵先生咧对话动身。只要把支线做完，再准备好恢复物品，即系要同佢讲完嘢就 OK 系嘛？我买几个饭团，即刻冲去打大佬，放心，我好干，做事一定有效率，放心。我而家睇下，我执几个饭团，我啊 去打大佬。我哋唔做支线啦。哇！做咩鬼嘢？阿李，阿李嘅老婆喺度嘈交喎，吓、啊！我话你呃我。我话做乜鬼嘢？呢、這个系咪支线任务嚟？阿李，你听住啊！呢、這个啊，啊成日去嫖啊，咁啊，今日啊咩攞问我攞200万啊嘛，佢咁样讲，话点解咁样啊？朋友啊，佢系咪真要咁急啊？冇担保啊，咁讲啊，佢话点会攞自己间铺头嘅担保啊？佢朋友有困难，佢帮手梗系理所当然噶啦，借钱俾人，佢话黐线嘅，佢话你。佢话我依个人老珠黄，陪咗你咁耐，你居然咁样对我啊咁啊！佢话我200万，问阿老赵攞都 OK 喎。佢话究竟你哋嘈咩？佢咁讲，其实我有1亿啊，借200万俾佢都 OK 吓、啊。好啦，交代咗件事啦。公说公有理，婆说就婆有理啊。佢咁样讲，点啊？要唔要问阿乔会俾啲钱佢？冇可能，佢话200万啊，200万太多啦。佢系咁讲，佢你有1亿喎、啊。佢咁讲啊。佢话点啊？呢个系阿李嘅自业自得嘅，佢话自作自受，我冇人帮到佢。佢话几串啊？佢话咁讲，啊一句说话都冇。佢话多谢你成日帮手，谷川先生。佢话龙宫城，佢话龙宫城系咩嚟啊？赌钱系嘛？佢叫我去，佢话去，哇！佢叫我赌钱去帮佢赢钱啊！佢芝麻筋啊，鼓励我赌钱。哇！隔篱点解有个咁嘅女人呢？呢、這个点解有个女人喺中华街度咁样啊？系咩意思？食烟啊！呢、這个女人，嗰啲系咪按摩师嗰啲咩咩特别特殊中医师咁样着一件白袍啊？而家系咪龙宫城啊？定系直接去做主线？大和赌场有新仔，人哋开到口唔系唔去系嘛？大哥，一个男人又嫖又赌又烟又酒又粗口，呢、這个男人系咪你？梗系唔系？学天启，好学咗天启先。OK， 收到。赌到宇宙末日，等我落翻去先。呢、這个街好鬼难行，先学天启。之后咩龙宫城系要咩东宫咩啊？公园前通。九曲十三弯呢度真系。诶、欸，系咪我又翻翻错嘅地方啊？呢度
点样行嚟行去，好似行唔出嚟。我迷失在一场咩情场游戏啊！我迷失在一场迷宫游戏。我究竟要行边度喂？啊？系咪行呢度啱噶？中华料理落去系嘛？下低有冇路噶？嗰度救命啊！点行啊？点样出翻去啊？呢度啊？我唔会因为喺呢度混一世而玩唔到？诶、欸？左边？右边？行进嚟喂！好想走，俾我走啦！边度走？好似唔系呢度喎。蓝色箭嘴，我点样去翻蓝色箭嘴？啱啱又行，西角向前行就啱。我要去呢一度睇下先，睇下先，向前行，冇路喎、啊。你谂下，要向系咪向后噶？我救命啊！呢度好鬼难行。诶、欸，棘住我又落去，系咪黐线啊？点解佢要整到呢个路咁复杂？入咗结界，头先嗰度有个门，男人企喺嗰度嘅，企喺门边。哦，收到啦。我唔系好记得，我啱啱点样去到有个男人企喺门边嗰度，我都唔系好知道。诶、欸，有嘢执喎，又执垃圾。成日好中意执垃圾，任何个话呢个喺度煲烟太仔，呢度啊，有个男人喺门边，呢、這、一个啊，终于搵到路啦，唉，黐孖筋，好咩好天启嘛，好跳街，跟住仲有咩去？去咩公园前通顺路嘅，应该好似上面就系呢度就系公园前通先系好跳街。但系好明，但唔识出八阵图，我系中咗人哋八阵图啊！我啱啱系六顺啊，入咗去嗰啲嗰个八阵图，好彩你哋咩王成燕，点解孔明嗰个外父会呢个帮人哋国家，我都唔系好明啊，帮吴国赌。即刻学天启先，的士站七福通喊出嚟，阻住晒，因为刘备系奸嘅，刘备张飞，哇179开新 AC， 哇小心啊，打落去 KO 啦，大肥仔出击先，好。呢啲又好易出極，你睇下，輕輕咁啊扭斷人隻手，又扣得多，講真，勁屈了啊！呢個人其實攻擊力好高，你睇下，你係咁樣彈，即刻咬落去人隻手，即刻斷，哇！睇住啊，哇，彈唔到，你又似你，賭場咧有一億力，比之前咧個單眼佬啊中咗寫輪眼，你以前係出氣，你大哥你出氣很多，咩意思？好俾钱啊！之前先话人废，之前佢未俾我丢掉喺公园前通、啊，但我先学个天计先好嘛？哇！个女人喺度无啦啦咁样攞背脊挨落我度，嗯、啊？做乜鬼嘢、啊？龙宫城，佢你知喺边啊？龙宫城啊？你真系知？唔系好清楚啊！好，即刻走啊！佢话等阵先，佢话你系咪要去龙宫城啊？系啊。啊！我有嘢去，咩？有咩事啊 ？Linda， 点噶？哇，好财咩啊？龙宫城有啲咩啊？呢个人系咪带我去赌啊？写真主、辩护师，佢话咩？话咩啊？有律师争佢钱啊？佢叫我刮一条有个亚狗筋啊！哇，呢个系变态律师，似乎咸湿仔。佢话咩？见到佢做啲衰嘢系嘛？外科。威井呢三个外科医生全部都是下流上流社会，但是下流人士。最后三个是咩啊？玛利亚呢、這个是咩啊？又是专系点啊？做识事卦睇嚟啊，系啲咸湿嘢。
呢三个人咧就系专嚟作奸犯科嘅，啊佢话见到佢啊即刻刮过嚟，匆匆有上，啊好啰嗦嘅你睇，呢、這个社会好黑暗。我收咗嗰三张相，我就唔做嘢，我就翻去，啊我睇睇一阵龙宫识见到我见。喂、哎、有啦，有个妹妹仔，有个学生妹喎，系咪有啲有趣嘢睇？诶、啊，咩我应该望呢个汽水机，我估佢话咩跌咗一蚊银喎，系嘛？好嚟啦，睇到啦，有咩天启学准备啦？嗯？嗯？你话？即刻攞个记事簿抄低先。好，诶、哎，跌咗点啊？喺度捞啲一蚊银，睇下冇哇，食二手饭嗰啲嘢喺度捞，诶、哎，有走钱喎、啊，又唔记得走钱，哇，执落去，哇，又系招皮，跌咗落去，唔好走啊，一蚊银，一路爬，一路爬，哇，拍落去，捉唔捉到？弹起啦，佢一蚊银，弹落去学生妹度，我估500元，喊出嚟，佢跌咗落去卖旗个箱度，捞捞一次，佢多谢你啊，佢话。喊着，哇，咩嚟啊？氹氹啊，龙袍啊，做咩事啊？谂下先，有啲咩学？股下通系嘛？我估系呢招，应该系呢个啦。屁股系嘛？哇，学识嘅招啊！原来屁股咧都系可以使用到啊！哇，喺武术上面，佢话系嘛？写下画公仔我估，死亡笔记即刻写咗呢个人嘅名。好，完成啦。哇！一嘢咁样扭落去，哇！变态咁，哇！咁样下低咁样撑起人哋，连巨龙咁样一下撑起，哇！画得几靓喎，啊！几秒钟我画到咁靓，漫画家，死亡笔记完成，写咗一大个名，黐线，又执垃圾先，棒状垃圾，哇！我哋睇呢个学呢、这个学生妹好人好姐卖氹氹，你可唔可以俾翻500 yen 我个黑嗰、那个黑衣就话，点解卖旗会送氹氹咯？我咪好明喎、啊、吓、啊，你哋觉得呢个样点啊？啊？啲天启好正，谂起斗木牙到斗木，今晚用咗碟好后粉。而家系赌钱嘛？公园前通嘅点啊？佢点样去？点样去赌钱啊？龙宫城准备要赢200万啦！公园前通点样入去？买药做主线，一个成50蚊，好贵。酒店外面啊，梗系卖氹氹。系喎、哦，你又啱喎，好挑街喎，你又讲得啱喎。佢究竟系卖氹氹定系做善事？但系我想知吓、啊，喂，点样而家点样入去龙宫城啊？吓、啊，有冇人教我？而家做主线定系做龙宫城？做主线算数啊嘛？神室中央西北402，睇下先咩啊？快啲啊，变同新达，赌仔达再来临。我睇下入唔到去龙宫城，我就去咩啦？做主线啦。公园前通，我、哦、要系咪要去个咩赛之河源？又要去个公厕入边啊？我知啊，公厕入边又可以赌钱。点样入去个公厕啊？嗰格点样入去？诶、欸，系咪呢个啊？系啊系啊，最入去嗰格系嘛？佢都删咗喎，入唔到去喎。定系呢格冇喎。做主线啊，唔识去。买几个包去。买又做主线收到啦。但系我终始终难到各位兄弟，原谅佢，手边有难到你哋想去啊嘛！我而家去即刻做主线，我去一买完买几个饭头，即刻做主线，即刻变同生一马，一飞引翻去做任务，
啱啱咧三个老嘢嗰度仲有天启学，学边度啊？边度有天启啊？跟林，你好中意睇天启嘅，我发现你哋喺边度睇啊？跟林喺边度睇天启？咩西米王咩嚟？饭头咩饭头？但系个主线就系赌。基佬啊，做咩喺度系咁讲？天启正喺边度先得噶？你叫我学天启？哇！呢条友追我上去搵我打交，即刻撇甩佢。点样啊？边度啊 ？Hotel 咪做咗咯。天启冇计，大个净喺天启入边搵到剧院前个机铺，收到啦。剧院前嘅机铺系嘛？机铺有啲咩天启睇下先。公园前通西公园附近啊，玩西。跟鄧話咩啊？公園前通嘅咩啊？玩咩啊？玩手機嘅女孩子，仲有兩個天啟，一個咧就喺和民門口左手邊，咁鬼多嘅咩？呢度機鋪又話有，呢度咪機鋪咯 ，Kino 啊，係咪喺彈珠機嗰度啊？呢、這個啊，玩手機嘅女人係喎，真係喎，似乎有天啟啊！望下呢個女人。嗯、欸，望边个啊？嗯、欸，想夹公仔喎、啊？呢条女话好想要个公仔啊！可唔可以啊？佢中意啲啊夹、啊、公仔叻嘅男人啊，勾引我。佢话，佢系咪可以去夹得到天启佢咁讲？咁我要望边度先得噶？边度有问呢个人帮我夹公仔啊？学生，机铺入边。怎样入去机铺的问题是那个这间啊入去啊 Volcano 哪里有夹公仔机啊射加级不是这里收到啊西加级啦先 ，Sega 啊，对面啊，见到啦，点样入去啊？好啦，有得夹公仔啦。咦，望唔到條女喎，要喺第二个角度。啊，冇咩？行近啲呀要。好，准备啊！有咩天启学啊？夹公仔。嗯？又系死亡笔记啊！我夹落去，嘩咁易夹嘅啲公仔，细谋，嘩会唔会太废？夹都未夹到，佢话会唔会太废啊？行埋啊，行开啊，等大叔表演好，再嚟多次，夹唔夹到？夹到喎，正方，嘩我做咩事啊？我咁奇怪啊？点解嗰个机故障啊？好，嘩一只截咗出嚟，准备系咪跌咗落去？圆圈变咗只鸡，跌咗落去。喂耶，佢又得咗啦！我送只鸡俾你啊，寓意啊，你又系嗰个拣咩啊？通常都系中间嗰、那个，你信唔信？我话中间乱撞中，嗯，诶、欸，死啦，系咪揿错咗啊？成功，会唔会画嗰啲无聊嘢？死亡笔记，呢两个人喺度烟烟近近，所以要去死。屈嘢捉落去，哇！攞头，自己点解弹埋落去？我一石二鸟，点解佢可以凭
佢凭咩可以谂到一只鸡咁样弹去谂啊？佢话咩落下嘅时候撞到咩芝麻筋啊？咁啦，哇！呢条女都几靓喎，睇下先。唔系，原来我睇错咗 ，sorry 啊。机铺有啲女女陪你打机嘅咩？我有先知日本啲机铺咁好吓、啊。你哋想唔想打机？机中机我哋打。你冇得玩啊喂！我有咩 game 玩啊？有得睇嘅喎吓，圆圈，以为系个夹嗰度，我都以为系个夹啊。不如打翻铺嗰个粗 fighter 得唔得啊？冇得打喎、啊，唔玩玩啊！打试下夹，但当我冇讲过，快点强加我，当我冇讲过，要自打街霸呢度边有街霸打？试下先，揿有咩 game 啊？揿啊，是但啊！呢部机圆圈 ，answer and answer 喎、啊，问答游戏，唔识玩啊！呢啲讲日文我都未必太知，有冇啲好玩啲啊？仲玩问答 game， 笃笃机，隔篱呢啲啊，呢啲都有得玩喎、啊。好入啦，咩两秒一百 yen 玩一铺呢个咩嚟啊？鸡霸。圆圈乜鬼嘢 game 啊？战机 game 坦克啊？点玩啊？要 level one 圆圈啊？叫我哇射烂呢啲咁嘅有分，会唔会太易玩？你睇下我已经 level 三，你估我会玩到第几？会唔会打爆机？会唔会太劲？你睇下第一次玩 level 五啦，好有嘢。OK level 六。好又靓 ，level 七，叫我神童，你睇下第一铺已经玩到咁劲，绝非呢、這个，你以为我好易玩系嘛？唔好再经过条女，不过可能真系打爆机，系咪真系咁易玩啊？射爆呢啲，仲易玩过啲1945啊！讲真，你睇下几易玩，射啲石头。点解射石头啊？我系因咩事？呢啲究竟呢啲系 UFO 定咩？史莱姆嚟系嘛？侵入地球 level 十二，原来计分就喊出嚟系嘛？廿五秒佢一路咁样计，可以无止境咁打落去。我有冇得撞机死啊？我想知道。够钟啊，输廿几秒啊，得翻十五咧。呢只 game 咧66X 咧先玩玩，学埋个天际啦好嘛？公园前通西公园附近玩手机女高真实，我故意输咗佢等等，我而家即刻输等等，好难输你啦！我要故意输都唔系嗰个容易嘅你啦，11秒仲有11秒我系晒，唔好嗨埋你啦好嘛？想避都避唔开，想输都难喎！原来呢只 game 都第一次玩就玩到19咧，会唔会太柱？拉布达 ，slap 就系输啦！我咪冚埋，好廿咧齐头。第一次玩就廿咧，觉得我劲嘅，挥手，请鼓掌。New record 你睇下最高分，同啲人讲食屎啦，只 game 咁高，第一次玩到30呢嘅常识，即刻走先，学埋个天启啦，我哋头咪几名啊，37，但我可以拎翻啲满足够，啱啱嗰只 boss 嚟，本身打埋就爆机，讲真啊，喊出嚟，喊出嚟。你哋叫我为咗你哋最衰都系你哋咧，又叫我咩咩公园前通话呢个咩啊？社会秩序组啊，攞500经验值咩啊？社会咩啊？咩公园前通系嘛？西公园好多学生妹啦，啲学生妹咁样坐黐线，走晒光。诶、欸，喂，我唔想做呢啲黐线人，唔好。继续行先，
西公園係嘛？公園前通西公園，邊度係公園前通？呢度玩手機女仔右上收到啦，收到啦，吉林知道，知道。但我唔玩支线啊，冇咁趣味。而家咪玩支线咯，有咩好玩嘅支线先得噶？有啲支线好闷。你哋介绍啲好嘅支线嚟，咩公园前通，跟住咧有个女仔玩手机啊，搵下先。买药做主线，我睇埋呢个呢、這个就去做主线。喂、欸？有人聊交打，点解要 kick 入去啊？班长，我从来都唔 kick 嗰啲令赌场咧有一亿令。头先个 Q 啦租，班长你惊唔惊 Q 啦租？我睇到已经闷到，已经系唔会有嗰、那个有嗰个感觉。好有嘢啦！天启先，哇，仲有条友。我自从用咗呢个乜鬼嘢，呢、這个咩啊？我用咗呢个主角之后呢，好似我未冇咩点求血，讲真的太劲，又攞钱攞钱洗，帮我哋清嘢，唔使噶，下次等我嚟，好惊，你惊 Q 啦租会咩班长？西公园就到啦，西公园，女人玩手机，系咪呢个？哎，到啦到啦到啦，边个女人玩手机啊？呢、這个啊？是啊，呢条女玩緊手机喎，夹下佢先。咸湿仔个夹女。嗯嗯，有咩夹啊？声情欲短信。佢有机会上好嗨落去撞到个叔叔。诶、欸、唔好意思啊叔叔。几趣智喎，死你妹，问下先嘅，越摸越过，哇吓到屁滚尿流个女女。跟住点啊，继续行。哇！又喺度灌，哇！一日兜落去个灌，正方，哇！冚咗落去，哇！单车冧晒，垃圾桶弹落去，哇！笠到呢个人，于是乎点啊？一夜旋风，一夜弹落个头度，哇！避过冇事，交叉上面啦，要啦，哇！再避，终于死咗啦！好，强烈一击，一定系我话俾你，死神来了啊！你睇点避都系完全就系死人来了嗰啲套路啊！点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死神啦！呢、這个死亡笔记又要抽走一个人灵魂啦！呢个人要系时候要死啦！即刻写咗佢嘅名先。好，死咗啦！嗰、那个人死亡笔记完成。好，一夜哇！主角就系咁样一夜咁样打落人哋个头，打落人哋变白痴啊！佢系点样啊？重击，头部不义咁打，气绝啊！可以打到人哋头晕。条友好变态，你打太阳穴，哇！条友惨死，唔打自己做差佬，见到呢啲嘢唔打九九九，仲挂住喺度写笔记，你话呢个系咪一个好差佬？吓、啊，看不到的攻击，呢招唔系好特别，得个俾主角打过嚟，黐线。现在怎样做主线是吧？买些药啊去做主线是吧？快去 KO 他。不做警察可以做漫画家。现在17分了，买主线听日做啦，好吧？现在是时候要公布那个什么看抽奖了，好吧？我们看看哪个是一个最佳观众，好吧？我行多两步，我啊差唔多啦。我一等先，而家整个，而家俾你睇啊！我先公布咯，讲我嗰个点样攞个最佳观众奖先。等等，公布答案嚟，而家要首先等等。直播抽，好耐冇俾人扣，要使乜买？都要买定啊！最怕是过唔到关，阴公啊！等等啊，我先公布答案先。
买药师听日直接打主线好啊，一阵会放心。我而家先会讲话嗰个差唔多最佳观众奖咧，有好多人嘅。咁啊，达叔咧嗰、那个，由于我都好怕数错，我数咗十几次呢个星期咧，咁我话丽丽系咁喺度数噶啦。呢、這个咧当日咧就系、是、呢个爆机兄弟 Buddy 啊，要数几多次？呢、這个好靓，呢、這个设计咗呢个大师达文西画嘅。你一立到达文西咧就画咗呢个爆机兄弟 Buddy 咧，咁啊当晚咧。啊 ！AVA 杯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嘅，啊就会咧就会问你哋数咗几多次，啊数中嗰啲就有机会咧攞呢个最佳观众奖啊！咁啊而家咧我啊先咧公布咧揭晓咧总共咧有出现咗几多次先啊！我哋有片为证嘅，我录低咗，放心啊！一阵咧我啊整俾你睇，我会亲自同大家一齐数，以示公正。先数咗出嚟，我想问点抽咧，你咪知咯。等等，我而家准备紧啊，等等啊。我哋讲住其他嘢先，你啊趁我观众喺度，我准备一路执紧嘢嘅时候，你哋慢慢喺度慢慢等等吓。八九六四，自己抽自己，我都想啊，自己抽自己唔容许。我系唔可以有马会嗰啲都系咁啊，六合彩有关机构系唔可以玩嘅，你知唔知啊？阴公，你以为我有得抽？我都想抽啊，100蚊几好搵啊！答个问题咁啊，坐两粒钟啊，有100蚊舐舐嚟，我都想啊，可惜啊，冇机会。你一阵咪知咯。风车旋转型嘅搞珠机，一阵你都会见到啊！啊，放心。等等啊，我而家准备紧，俾少少时间我。是你有几多人参加咗呢度？在座有几多位？我想知道你哋边个兄弟参加咗呢度？系咪围内呢度有1000几个？但我当日我 Facebook 只系收到100几个嘅吓。睇下先啊，等等啊，准备紧啊。我、哦、有点参加？你嗰晚你冇睇先有啊，有得参加。如果你嗰晚有睇嘅话，你咪有喺个数 T 爆机兄弟不二，系嘛？快啲啦，唔好喺度扭铃，要准备啊，大佬！你个要请啲太平绅士嚟，你估咁易啊？打电话嚟 call 搵佢哋，问隔篱嗰啲太平绅士住隔篱啊嘛，嗰啲乡议会，而家咪叫嗰啲刘皇发嗰啲一齐过嚟睇度睇啊嘛，以示公正。你等多一阵。每人派100蚊，我发咗，放心，我一定会派嘅，啊，一定会，放心，一定必定。崔瑞达，啊，咁咧，好快啊，等啊。等先啊，搞搞佢，好鬼麻烦啊！如果我有个会议厅咁啊好啊，有啲人帮我，有啲工程师帮我做，我唔使咁样自己下下喺度搞，麻烦啊！抽真咧，嗰啲咧都系啊，大哥佬作最后100蚊纸代放，哇！你咁样含血喷人啊，冤枉啊，包青天！我一阵会，我叫佢打电话去搵啲兄弟做证啊，一阵同佢影翻幅相先。以示公正，因为你喺度到时又屈我自己袋落袋。但系成千几个兄弟等紧你，我都等紧啊！我都自己我都知啊！等等先，等等啊！点样停啊？喂，啊有啦，识整啊！等等啊，好麻烦啊！等等，嗱。啊，首先咧，我哋而家咧公布翻咧嗰个当日嗰个赛果啦，呢一个咧就系嗰个送丝模式嘅，啊，等等，准备啦，我第一次出现啦，纯操作，等我俾少时间我，如果冇嗰啲太平绅士唔肯帮我整嘅，要我自己亲手出马，
等等啊，我惊沟乱啊！啊，好，呢个系丧尸模式嘅，嗱、啊，而家咧即刻播啦，睇住啊，好公正嘅，我哋一齐大家数啦，呢、啊、一、這个系丧尸模式，我呢个出现咗啲咩啊？要几耐？每次数一次咧就话一出现咗第一次啦，啊，好，即刻又再飞快啦，好二，好，啊呢、這个丧尸模式嘅，大家一齐数啊，三啊，第三次啦，当晚。而家第几次啊？呢、這个啊未比赛啊，已经出现三次啦。佢打打打打打打四啊，好公正。大家觉得大叔系咪好处事好温柔啊？观众有咩奖啊？奖、嗯、金啊？啊快镜啊，完全系冇经过剪接嘅，你睇下，全部系加速六。咩剪接过黐线啊？含血喷人，喊出嚟七咁咧都可以剪接，边、啊、度可以睇到八啊？你知道我数啊？你知道我每晚就喺度咁样数，数我面干水湿。你知唔知数呢啲几辛苦？睇一次一个几钟嘅，你知唔知啊？啊，十次啦，十一次。参加呢个比赛。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十二。低叻哥。好，好啦，嗱，睇完啦。如果丧尸模式嗰日咧，你哋答咗十二次咧，恭喜你啦。咁啊，你有机会咧。去到一盏就会有机会抽奖啊，可能就系你啊 ，Facebook 答咗十二次嗰个系你，你知咩剪接过？黐线，得我播 CG， 你剪小张都得，黐孖筋，你一齐睇咯，你可以睇翻呢个冇得拗嘅，上网又有嗰啲 replay， 冇得拗嘅，我而家方便大家以示公正嘅用快镜，完全就冇经过剪接删剪，睇得出噶嘛，有删剪系嘛？你黐线颁奖梗唔系啦，公司啊有大把嘢做。好，而家咧就准备睇埋嗰个咩爆破模式啊爆破模式有几多次出现咗爆机兄弟几多？第一次出现爆机兄弟不敌出现咗几多次？第一次。第一次爆机兄弟不敌啊，几多数字啊？叽哩咕噜，叽哩咕噜。我成日听嗰啲快镜声，我只听下我都有个好嘅比赛啊。好，第一次啊，好哇你啊，一路都冇出啦啊。好，第二次啦，啊，我啲安排好有深度，你睇下，我唔会喺打交嗰阵时影响你哋嘅，我故意喺嗰度等候嗰阵时先出，啊，费事影响你哋睇观战个牙兴。第三次、第四次，啊，你睇下，好识趣你啦，又唔会太密，啊，好紧张啊！你有冇人估中？唔好洗版，唔好洗版，班主任唔可以开波噶啦，唔好洗版。好，跟住呢啊，一路等第六啦，以示公正。敏流再见，点解变咗再见？我去啲咩三去到五啊？好，黐线，你睇漏咗啦，有四啊，一定冇可能。我已经喺度做咗好多次啊。香港人系啊，香港人嚟啊，有连续噶嘛？你知唔知啊？九，哇，边个打电话嚟？第九啦。好，我哋啊，终于去到决赛啦！不如睇多次下面台湾队，睇住啊，肯定冇可能。我话俾你，一定系个字咧呢个验到我一路数到十一次，我由头我而家连个边度第几个第几分钟有我都仲记得十二。你哋啊，小心啲啊！啊，台湾队呢支劲旅嚟噶，亦都唔惹事。十三。啊，台湾嘅。我呀，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听翻自己把声都几好听，我第一次咁样一齐听。叽哩咕噜，叽哩咕噜。你咁样可以睇到有剪接，我真系批个头俾你。你咁样可以睇到边度可以有剪接？十四，一喐一格快镜啊，即刻睇到啊！十五啦，即刻咧，我嚟啦，准备啦，好吧？十六，大哥上嚟一齐打。十七，我唔得，人多吓人少，靠你啦！公正严明，我一定系做任何事都一定要公正严明。十八，嗰个最佳嗰个观众奖咧，啊，边系边咩剪咗啊？咁啊，希望嘅咧，记得最后啊，睇埋啦。好啊，总共咧有十九次啊。咁咧，而家咧，我话讲边一个会得奖啦，正式公布啊。放心，而家咧
先至系气肉啊！咁答啱嘅观众咧，咁啊而家咧就进入呢啊下一个环节啦，好嘛？啊，而家咧就准备咧去呢、這个啊，去呢、這个我哋睇下边个咧会有机会抽奖，好嘛？等等啊，我一请我稍后，我嗰时真系你会以为数呢啲好过瘾啊！做呢个核对嘅工作师啊，我数完我自己都喺度好惊数错，一路每晚都数一次。啊！临瞓前又数，起身翻工之前又睇一次，啊，睇下数下咁样先肯定咧，嗰啲冇错，跟住要对咧，要对边个名单啊？唔啊，得奖者 Underground TV 等等啦。我而家讲俾你听，我而家等等啊，俾我少少时间准备。辛苦你唔辛苦，简简单单。总之系好照，相信我，呢啲全部冇剪接嘅，冇加工。啊，一个俾你听，准备啦。边个系嗰个？边个系得奖者？准备开始啦！有冇声啊？好啊，准备啦！嗱嗱呢啲咧就系咧当日嗰啲得奖者咧，全部咧喺晒度啦！啊，抽估中十二次，真系逐个 mark 噶，写晒喺上面噶啦！啊，喺 Facebook 嗰度写嘅。好，风车船主人嘅九珠机咧，准备开始噶啦！我哋咧而家咧即刻咧将落去呢、這个就系爆机兄弟嗰个九啊九珠器。咁啊，而家咧啊，七彩缤纷嘅啲号码纸咧，已经摆晒落去啦，啊，好混浊嘅摆落去，系咪新纸已经睇过咧个盒咧，又空嘅，啊，好嚟啦，即刻我得得啦，得得啦，得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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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睇喺边度咧？第一个号码将会流出啦，丧尸模式咧，究竟咧边个得奖咧？好快就会揭晓噶啦，啊，即刻嚟啦，睇下边个咁好彩啊，神之手准备抽噶啦！哇！呢、這个风车船主系明星史，你个系边个？啊，好紧张啦！几万对兄弟究竟边个咁好彩啊？即刻知道啦！一抽神之一着系边个？睇下先啊！开数，恭喜你行运一条龙啊！恭喜你得奖啊！啊，咁啊，我稍后会有专人联络你嘅啊。好啦，咁我而家即刻再整个整先，整个抽埋嗰个下一个嗰、那个。等等啊！窒下窒下，等等先。嗱、啊，嚟啦！而家丧尸模式嘅十九次嗰啲答啱嘅幸运儿，爆破模式嘅幸运儿咧，已经系写晒喺度啦。啊，好啦，准备啦，慢慢咧喺度啊。嗱，全部啊，嗰啲好公正噶。啊，冇话冇屈啊，特叔啊。好啦，嗰啲纸啊应该清好晒㗎啦，啊太平绅士睇过系嘛 ,OK,OK, 啊太平绅士入头啦，咁我即刻呢嗱你啊好专业嘅，咁好混场摆入去。好啦嚟啦，风车船主搞珠机又嚟啦，得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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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得得啦。好，第一个幸运儿系边个？爆破模式嘅 ,The first number is, 啊你系边个兄弟好彩啦，抽到啦，神之一着，叫咩名啊？Jack Lee, 恭喜你，李杰克啊，稍后咧会有专人咧通知你嘅，因为你中奖啊，你哋将会咧得到100蚊现金奖啊，或者你都喺 Facebook 我啊，咁我就会讲俾你听联络方法咧，点样可以得到呢、這个100蚊奖金啊，咁啊辛苦各位啦啊，多谢你哋参加呢个试次嗰个抽奖模式，好啊。即系呢同卡苏都系大个芝麻噶，点解咁讲？一阵我攞张之后同佢哋影翻张相咯，你咪知咩做咩样？我个 friend 叫 Jack Lee， 真系魔术手黐线。咁啊，暂时好啊，
就咁啦，呢个公布咗咁啊，呢个试次嗰个就圆满结束啊。咁啊，首先都多谢大家踊跃参与啊，亦都咧嗰啲数嗰啲人咧都好有眼力啊，即系要数得准咧都唔系嗰个意思，一大叔都数错过啊，一路咧咁啊喺度睇，一路喺度望啊，得我同啲 friend 咧影合照啊。就当得奖只黐线大佬有第三者啊！我有啲会计师望住啊，我都想啊自己左手交右手，可惜唔得啊，冇咁嘅可能就系恭喜晒。咁啊，今日咧差唔多啦啊，都十一点半啦啊，读埋篇嗰啲啊潮文咧，我哋咧咁啊完啦，好嘛啊？好，咁啊睇下先。好嚟啊！今日继续讲多个笑话啦，好嘛？啊，嗰有个美国佬，有一个中国人，有香港人咧，就喺丛林度探险，结果全部咧俾啊食人族咧拉晒佢。啊，部长就话：，诶、哎，今日咧心情好，唔食你哋，但系你都要咧俾我打一百大板。啊，打板之前咧，佢话你哋讲一个愿望，最先系挨板嘅，挨打屁股嘅就系美国佬啦。佢就话：，啊。唔该，打板之前咧，俾个屁股咧垫一个 cushion 好嘛？咁啊垫啊，咁啊嗰个美国佬啊摆个 cushion 喺屁股之后咧，啊咁啊开始啊系咁拍，啊头七十板咧都 OK， 你七十板之后咧，个成个 cushion 都俾人打烂，于是啊板板见血，打完之后咧，美国佬咧摸住屁股走啦，啊，啊中国佬咧见状咧就要求咧加十个 cushion， 一二三一百啊打完之后，中国人咧起身啊拍拍啰柚又冇事，然后咧。张住把臭口咧，对住自己嘅模仿能力啊，同再创造能力吹嘘一番，并坐一边咧睇香港人嘅好戏啊！啊，香港人咧，你估下讲咩？香港人系好聪明嘅，香港人最醒嘅系呢啲。香港人咧好自由咁样嗱，弹落去咁啊，一路扭个扭住屎忽花咁啊，对住嗰个啊食人最后讲讲个愿望，你知唔知系咩？佢话讲我话呢个咧啊。就将呢个中国佬咧，佢摆上去我屁股上面垫上去啊！咁啊，冤嘅最醒目嘅系呢个，但系我唔明嘅呢、這个写笑话呢、這个故事咧，就系、是、其实都反映到嗰、那个啊，佢证明咧，佢话你哋嗰个仇恨好深啊！正常咧，如果系我就会写嗰啲啊，我话摆一个非洲食人族，我唔会写自己，起码大家都系啊，即系嗰个同族。或者我的愿望，我就直接讲，我就愿望就系唔使挨打，我就咁样讲，我简单单，我化解一笑泯恩仇啊！再聪明啲，你就同佢讲，我俾多十个愿望我先，我先俾，我话先俾十日皇帝式享受我，做我酋长先。我个愿望系坐我酋长你个位，跟住玩埋佢后宫啊，玩到厌啦啊！俾我一百年我做先酋长皇位，系嘛？咁啊，差唔多啦。今日咧就系、是、嗰、那个到此为止啊。明天我哋继续，好吧？明天我哋继续玩翻人中之龙做主线。拜拜。